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神不容许的事，生命记4:21-22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，必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，我只得死在这地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。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和百姓一起进入迦南美地。可是神因他犯罪得罪神，不容许他进入迦南地，这应该是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。神不容许的事，哪怕带着遗憾，也要选择顺服神，而不是强求。主啊，我时常在你面前向你祈求，为我成就这成就那，只想让自己的人生照着我有限的认知，期望你为我成就得更圆满。可是今天通过摩西，以色列卓越的领袖，他最大的心愿没有得到你的容许，他依然选择顺服而不是强求。主啊，此刻我也把我心中诸多的遗憾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看似因你的不容许现在留下了遗憾，但是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的道路。孩子相信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所有的遗憾都必圆满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加入我们一起学习圣经，链接放在评论区。